大家好，我是香港驻多伦多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毛远清，好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庆祝加拿大中文电台成立25周年。我和大家都一样，识得背以陪伴你天天一起为首的电台台歌。的而且确，加拿大中文电台自成立以来，在过去四分一个世纪，每日致力服务加拿大华人社区。除了用我们熟悉的语言制作高质素而多元化的节目，亦都将香港的潮流脉搏、新闻资讯等带到加拿大，成为两地重要的桥梁。今年我们亦都将迎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，香港经贸处将会举办一系列活动，包括艺术及摄影展览、文化表演、商贸及学术研讨会等，展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发展。我诚意邀请各位到时都支持我们的活动。最后，我祝愿加拿大中文电台业务蒸蒸日上，节目四海风行。我亦希望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，港加两地得以维持紧密的关系，同步迈向更美好的未来。多谢各位。